想三十六个姑娘对我们这位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？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，请选择。成绩非常不错，接下来该你动手了。最少明显的可以行动。小孩儿呢？小伙儿为啥灭我呀？我还没灭你呢，你个都不够高，个不够高，头凑。想飞起来了，我先支持你一下，完还灭我，为啥呀？我一个，我跟你说，我占这么多席，你第一个灭我的，我放得上吗？要个高灭我，我还高兴高兴。你说，哎，我这郁闷。我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你是二男，但我不是你的尿素，不好意思。啊、哦！小伙子，我真觉得你是三号男嘉宾派来的救兵吗？或者是你们在台下已经定好了某种协议了吗？复仇联盟四，是吧？正好在你这儿隆重上演。哎呀，我觉得三号男嘉宾看到这儿啊，看他灭掉二男那一刻，我不知道他心里边是增加了对他的愤怒，对二男的同情，还是有一种解气了、泄气了的感觉。他不会找我报仇吧？有这可能。